主耶稣，我们奉你宝贵的名在这里聚集，主，我们相信你就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应许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若寻求你，你就要被我们来寻见。主啊，今天或许有些人正处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我们应该何去何从。主啊，求你来带领我们。主啊，不管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需要，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情坐在这里，主你都晓得。主，你可以成为我们一切需要的满足。主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知道每一位的光景。主，就恳求你今天晚上使用这个音乐会，每一首歌我们要分享的每一个见证，主，求你来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向你敞开，能够领受你要从天上赐下来的祝福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慈爱是给每一位的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心都跟你没有拦阻。主啊，我们都愿意来领受，更多的来认识你这一位爱我们的神。我们恭敬的把今天从头到末了整个音乐会交在你的手中，为你的圣灵来自由的运行，来触摸人心，来做成你自己荣耀的工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祈求，阿们。感谢神，我们是带着很期盼的心情站在这里哈，因为泥土音乐呢成立到现在6年多的时间，很奇妙，神在世界各地开了很多服事的门，就像是这样子哈。我们办了300多场的音乐会，那么每一场我们都看见神自己奇妙的作为，今天也不例外哈。我们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哈，我们要期待神今天让我们看见他自己荣耀的作为，阿们。好，下面呢我们要用一个3分钟的短片来跟你们分享泥土音乐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出了5张的专辑哈，那么短片只有 cover 到4张哈，然后我们一些音乐会的片段，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回顾，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泥土音乐是神自己手中的工作，请大家来欣赏。